来来来，我们今天来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保时捷位于上海的 Experience Center 保时捷体验中心，旁边就是知名的这个上海 F1 赛车场。那今天是米其林跟保时捷联合举办的活动，那大家知道米其林跟保时捷是非常紧密的合作伙伴，那据说今天有很多巧妙的关卡可以体验米其林性能轮胎的各方面表现，据说还有彩蛋可以开到保时捷缜密的车款，走跟我进来吧。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米其林当家的主力性能胎，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一款 PS4 SUV，顾名思义，它就是在 PS4 这个运动胎的基础上面，针对 SUV 高重心越野需求特性而打造的高端 SUV 用胎。除了强调它一般在平路上的舒适性跟抓地力之外呢，针对重心较高的 SUV， 在极端超驾下，它会加强它侧向的支撑，还有更线性的抓地特性。当然，针对越野的场景 ，PS4 SUV 它也提高了这个胎壁的刚性，可以确保操控的信心。再接下来看就是米其林比较新一代的产品，一样是 Pilosport 的家族系列的 EV 胎。大家知道，就是 EV 电动车，因为电池的关系，车重普遍较重。而且它没有引擎的噪音，所以呢，这个 Pilosport EV 它针对电动车的竞速性更加的加强，在它的这个胎纹上面做了更多吸收噪音的这个处理。那同时呢，因为因应这个电动车更高的这个车重的荷载，尤其当它在做急加速跟急减速的时候呢，这个对于胎面的应力的支撑，它也进行了强化。所以 PSEV 可以说是在当今电动车市场中相当受到青睐的一款性能轮胎。那接下来我们简单介绍，就是大家知道米其林也发表了全新一代的 PS5 Pilosport 5的轮胎。那根据我们之前在力宝的测试啊，其实这个 PS5 总体的性能跟 PS4 并没有差异太多，可是他们强调就是这个 PS5 的轮胎，它在已经磨耗到濒临极限的时候呢，仍然可以保有新胎 90% 以上的抓地性能，包括它的排水性、它的抓地性，包括它的紧急制动性能。而那时候我们以这个福特的 Focus 做测试，我的感觉是它在这个急刹的时候的脚感更加的线性舒服，而且它在这个急刹地下那个咬住地面的感觉其实是比 PS4 更好的。那最后这个重点，我想也是今天我们在场所有性能车的标准配胎，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 PS4S。 那这条轮胎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怎么说呢，其实从我经常试到的从 GT4 RS 到法拉利当家的这个超跑 296 GTB 都有相当高的比例选配了这个 PS4S 的轮胎。那这个轮胎呢，毋庸置疑的它有 80% 的属性是在竞技方面，所以它在整个操控的均衡性上面其实可以说是非常的犀利，而且绝对足够应付一般赛道超驾的这种抗衰退性跟在高热之下它的抓地特性的平衡。那同时它也兼顾了至少 20% 到 30% 的日常的舒适性跟在雨天湿地的排水特性，所以可以是说目前在兼顾经济特性的轮胎中表现最均衡的一款轮胎。我们先来做一下凯宴简单的越野体验。前面是一个窄桥，哇，这宽度跟车身差不多宽。前方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落差不大的交叉轴。由于我们现在是在 Rock 的模式，所以它这个中央跟后差速器是锁止的状态。哇，其实这个怠速它的扭力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哈。前面这个落差就稍微大了一点，这个时候对角轮已经悬空了，防滑有点闪烁，然后差速器 OK， 哦，然后我前面是一个看起来可能有45度的陡坡，可能需要多一点点油门。哇哦，现在只看得到天空。所以我们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个荧幕里面，然后等它陡坡缓降启动之后，我们就松开刹车。这个陡坡缓降的速度是我们可以预先设定的，
松，然后再来要把一侧挂在这个斜坡上面，打一点点方向，慢慢骑上去。这个对于凯燕来讲都是基本操作，轻轻松松。来试戴一下那个卡拉 4S 的弹射起步，然后呢自动跟闪避。我现在把模式调入这个 Sport Plus， 然后我要用一个弹射起步，左脚刹车，右脚油门，准备好可以出发。哇，非常的稳定啊，瞬间弹出去那一下还是有点点脑充血的感觉。好，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金卡纳的环节，那已经有一圈这个28秒5左右的成绩，我们这一圈稍微来 push 一下。那金卡纳的重点呢，其实路线其实比速度更重要，尤其在几个比较小角度的弯，你走大圈反而浪费了它的时间。好，那我们现在准备最后一次的测试圈。好，你第二圈。快了0.5秒。我们试一下这个模拟地面的车尾漂移。刚才我们过了，好，这个项目不继续。慢慢加快速度。哦，还来不及摆。好，我们等一下下一趟速度再加快一点，因为它底下会有个转盘，瞬间把你的屁股横移，你要躲过那个模拟墙壁的那个水墙。那在车位摆动第一时间，你就要去动这个方向盘，然后做一定幅度的修正，让车子恢复稳定。好，加速，我们这趟稍微快一点点。好，40/50滑行进去，屁股一滑，哦，哈哈。因为它这个重心在后面，我不用任何的油门，其实我收油它屁股就会稍微摆出来了。因为我刚刚反打的速度比较快，所以车子没有很大的摆荡幅度，我就已经把它修正回来了。下一趟我们再模拟再快一点的速度再试试看。这个关卡最高极限是55公里，我们等一下挑战一下。好，然后收油进去。哦，呵呵，嘿嘿嘿嘿，这位大哥开的也很好啊。对，给脚大油再一松，对，他就继续飘了。往左打，方向往左，往左，在往左的方向，不要超过200度的方向。经过一连串的测试之后呢，我们再隔一天啊，来到这个米其林上海的总部。那大家知道，米其林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一个轮胎的制造商，但是我们对它的印象可能不外乎米其林轮胎或者米其林的美食指南。那除此之外呢，其实米其林还有很多大家非常称道的一些事迹。比方说他们都连年被票选为最佳雇主，米其林对于人才的培育，对于员工的福利，他们上班的舒适人性化的管理，都让米其林的员工觉得身为米其林的一份子是非常的舒服的。这个当然也在我们半天的米其林办公室的参访中感受到了这样的气氛。那当然我们也不免俗的来到这个上海工厂来参观一下米其林轮胎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米其林的所有的天然橡胶
合成橡胶、碳黑、催化剂等等，可能有超过200种的一些原料，它会被揉合在一起，然后经过高压之后呢，它会挤成一道一道的，像是棉被造型的，然后它是一个长条状，然后不断的挤压出来之后呢，它就会层层的堆叠、堆叠、堆叠之后，它就变成了这个我们轮胎最初始的样貌。然后当然轮胎它并不是我们只看到的这个外层的表皮这么简单哦，它中间还包括了它的内衬，起到就是支撑整个胎型的作用。它是经过一连串的这个挤压、高温、高压的热处理之后呢，再跟一个柔和钢丝层的橡胶层去做一个揉捏，机器将这个皮带状的轮胎层送上去之后呢，它就会把它卷成一个圆柱形。然后呢，这个时候熟练的工人呢会将它做一个切割，然后将它这个断面做一个揉捏，而且它要经过这个整个真圆的处理。然后在下一个阶段呢，经过这个圆柱形，然后很多像钢丝的这个模具呢，它就会将内圈跟外圈去挤压融合在一起。这个时候的成品其实就已经看得出它是一个黑色甜甜圈的雏形了。然后最后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这些已经成型的黑色的甜甜圈呢，它会被送往这个硫化的模具当中。哦，这个每一个模具呢都是根据不同的轮胎尺寸型号去特别制作的。那把这个黑色甜甜圈摆入这个模具，然后这个模具关上，开始注入里面施予高温高压，并施予它的适当的这个催化剂，再打开，哇，一个热腾腾的轮胎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它透过这个 QR code 的扫描，每一个轮胎你都可以追溯它的身份、它的来源，然后一直到送到消费者的手中，你都可以透过这个数位身份证去查到这一条轮胎制造的过程。然后最后呢，其实我们从这个米其林轮胎巡礼的这两天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轮胎装配上我们的爱车之后所展现的各种性能，他们也立志在2050年达到完全的碳中和。也就是说，轮胎过去是一个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但是他们透过整个生产线的转型、高科技的运用，哦，然后来让轮胎的加工生产不再是一个高碳排的工业。那他们也承诺在2050年会做到完全使用可再生回收的材质。哦，大家知道，就是轮胎因为它碳黑的成分，它不管在磨耗当中所产生的碳微粒，或者在加工加热之后所产生的一些有害的气体，都是一个相当头痛的问题，所以这个已经无关乎性能的表现，这个展现的是米其林这个品牌对于地球公民的一份责任。这一趟这个米其林的上海之旅也让我们收获颇丰，那希望以上的内容也可以对我们的读者有所启发，有所帮助，下回我们再见。